现在真的是大家都想要跟上这股棒球热潮，随着棒球十二强赛事越来越近，各大业者也要抢商机咯。像是有咖啡厅业者，他直接把整间店改装成了棒球场，还推出了应援套餐。炸鸡店呢，则是推出了必胜餐，球迷可以带去球场来吃，还可以加购十二强限定的周边小物。红蓝配色大布条，主视觉热血燃烧棒球魂。进到店里，旁边摆上 model 秀球衣，咖啡厅直接变身棒球场。红土草地再配上我这一身十二强行头，打卡拍照一下不为过吧？还有咖啡可乐可以买一送一。原来就是十二强，西雅图咖啡看准商机推出活动。这是这次的应援套餐。应援套餐端上桌，韩式炸鸡乌龙冷面、日式咖喱鸡饭，还是看我直接怒客古巴三明治套餐，发现了吗？都是跟这次中华队要对上的国家有关。大客一波，要吃爆韩国，进军日本，战胜古巴。点餐还可以抽赛事门票跟周边商品。我们目前已经提升大概2-3成的业绩跟来客量，多球迷。中华队球迷来店参观体验，然后享用我们的应援套餐。油亮炸鸡起锅，撒上胡椒粉，薯条袋装。激光香香鸡则是推出十二强必胜餐，让球迷带去球场吃，还跟手机壳联名，限量十二强手机壳，行动电源，预计带动业绩成长2-3成。男友很喜欢棒球，刚好是超级球迷，我就会特别会想买，然后可能可以跟他一起在家里看球赛转播，然后还可以一起吃炸鸡。周边小物还有这边啦，全家也不落人后，只要消费就可以加购限定十二强。瓶盖扣还是造型杯塞，而保冷袋、购物袋则是直接购买。那如果有周边的话，就会纪念买来纪念一下。有经过设计，就会比较有这种会想要去买的想法。哎，毕竟是一个纪念嘛。十二强赛事就快到来，各大业者也蓄势待发，推出各式周边活动，吸引球迷一起放生，大力应援。东森财经新闻王家宏、张长君台北采访报道。